店里又来了一群小毛头，数都数不过来。照这个人数的话，要动用到明天的原材料了。那明天怎么办啊？我们已经没有钱了。小小年纪皱什么眉头啊？本公子这么一尊财神爷在这放着，你们看不见吗？你这个大奸商的钱我可不敢用，每次啊都是占了小便宜吃大亏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实在拦不住了。你们快想办法，我们再去顶一阵子。走。哎，哎，我这身上什么东西这么沉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是钱啊！哎。周俊爵，我跟你说好，我就借你一点。给你个机会，把钱放我这里，啊！我明天赚了钱我就还你。我不要你的钱。你想的不可能啊！我就是想让你叫我一声夫君。这么简单？嗯。可你又不是我夫君，我凭什么叫你？你没叫过，我没听过，咱俩互相感受一下嘛。再说，动动嘴皮子就能换来银票，岂不是很划算？行。那你听好啦，嗯，我要叫啦。继续啊！你又没有设定这个叫的时间期限，剩下的那个字，我明天再叫。好，夫人说的都对，明天继续。